看艺术展，免费性器官翻模。咦，这个不用打码吗？不用，因为它是艺术品。这破天荒的人体性器官翻模作品展出，在高雄未演先轰动。创作者之一是33岁的王玉琴，目前是地方电台主持人。多年前，他在追求自我的过程中，曾找人帮他制作阴部翻模。他说，翻模前要先除毛，之后把海藻胶涂在阴部，再快速贴上石膏片。为了让模型更完美，脚也要打开到一定角度。王玉琴说，刚开始会害羞，但看到成品觉得很激动。他感叹说，有些人到死都没有好好看过自己的性器官，其实它是生命的起源，不仅不可耻，还很神圣。你把它当作一件非常庄重的事情那来看的话，那它当然就是不是一件青涩的东西。如果有机会你也可以做这样翻模的时候，你会愿意尝试吗？我会愿意尝试。即使你的家人或男友反对，你也是会？我就会沟通吧，我不会强硬的态度。这项跨界画裸联展今天将在高雄市盐城区院子剧场开展，参加行动艺术的民众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由王玉琴制作的性器官翻模。据了解，已有4名男性民众预约阴茎翻模。东新闻是艺术哦报道。